王子，你现在要跟郡主二人错嫁，你进了梅府，他进了青龙寨，这又杀身之祸的呀！那怎么办呀，爹？再跑吧！啊，不行！啊，我不能对待他们不管。小王子，这梅三少跟郡主可是遇刺的婚姻，这是欺君之罪，要杀头的呀！那能怎么办啊？我如果走了，他们全家都会被治罪，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。老爷。 如果真能把郡主绑回来，那咱们青龙寨就双喜临门了。不就是个郡主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就把他抓回来献给义父。嗯嗯嗯。啊，有了郡主，义父自然不会惦记我的小丸子，也可以报了梅三少，杀我一个回马枪的仇。